亲密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看第二届王中王杯围棋争霸赛决赛的赛事直播，我是贾刚璐。今天的解说嘉宾是著名国手吴昕宇老师，吴老师好。贾刚璐好，广大观众朋友们好。那个可以说是也是非常的难得，就是说在今年啊，能够有机会，这个是我们现在俗称为什么面棋，是吧？对，就是能够面对面的这个棋手下盘棋下一个正式的比赛，可以也是说是非常的不容易啊。是的，那经过两轮的角逐，柯洁九段和唐伟星九段呢是会师了决赛，今天将会角逐出本届比赛的冠军以及70万元的奖金。这个是现场的画面。对，那我们看到是在我们的绍兴嵊州进行的。这个决赛可以说，我们俗话说就是说意料之外啊。这个是唐伟星呢进决赛是可以算说是意料之外，因为毕竟来说他是八位参赛选手中等级分最低的一位。对，相对来说，那么柯洁呢就可以算作是情理之中了。是的，那么这个排在第一的而排在最后一位的啊，等级分呢，那么进入决赛呢也可以说是一个有趣的现象吧。是的，而且吴老师好像唐伟星九段虽然等级分的排名一直不理想，但他往往在重要的比赛当中会有一些上佳的表现。对 对，所以今天的这盘决赛让我们更加的期待。唐伟星也是典型的一个大心脏。对，这个是遇强则强，遇弱则弱，属于是这个是越到重要的比赛，对对对，有的时候越能发挥出自己的战力。而且我的印象，在围甲的第一阶段，就是柯洁在围甲也是5连胜还是6连胜的时候啊，主将就是被唐伟星给终结的。对，终结的。是的，所以说这个不能光看这个等级分，那么这个想必今天的这棋局啊应该也是非常的精彩。是的，从前两轮来看，柯洁发挥的是非常的这个出色。是的，从棋局的内容上几乎没有失误。对，非常顺利的，应该说战胜了李玉婷和范廷玉，对，都是高手。对，而相比之下，唐伟星昨天的棋局就相对幸运一些。应该说到了比较中后盘的阶段，应该是抓住了对手的一个失误。然后不过这个也算是唐伟星的这个特色，是吧？这个特色，他这个是也是棋坛第一脚，是吧？这个是往往在这个就是说这种比较不利的局面下，会有一些他可能更敏锐的能够发现一些逆转的可能性，然后也确实是在他自己的比赛当中经常有逆转别人的表现。你是经常开玩笑说他那个棋不把自己下到绝境他还不太会下啊，就是说下到这个到了绝境啊，或者说我们称为大败的时候，他反而就是说开始发挥了。是，所以今天这盘决赛我们也是非常的期待啊。然后我们也赶紧开始这盘棋局。这盘棋是拆先是唐伟星的黑棋先行。对，那在前两天的比赛当中，柯洁都是纸黑的。对对，咱们今天迎来了一盘白棋，但是我们也知道，像柯洁的白棋其实也是胜率非常的高。非常高的，对，这个本身按照 AI 的这个统计来说，就是说白棋的胜率就是要在我们这贴3/4子的情况下，白棋胜率是要稍微高一点点。好，一个大跳，也是现在最流行的。这很普通，白棋挂啊。然后唐伟星选择了飞啊，这个是应该是最常见的啊。是的。白棋飞。布局来说基本上就是说还是大家都是跟着这个 AI 的套路走啊，只是说看谁呢研究得更深一点啊，更深一点。那接下来黑棋点角，白棋挡，对，白棋爬，白棋退，实战是选择了一个相对简单一点的变化。因为可能争子不利不能跳。对，这个时候这个争子应该是白棋有利，飞一个。而如果白棋之前飞的话，就有可能面临黑棋选择一个复杂的可能性。对，这盘棋是一个简单的处理。大部分的棋手都是会选择长的。
就除非是有备而来，但是这个就是你所说的大概就是这个，这个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变化啊。对，然后顶完了重断，是的，这个完全是看谁研究更深，研究更深。这个后续的这个完全是，反正是轮到我的话，我是肯定不敢这样选择。不管直黑还是直白啊，都怕。对，而且吴老师这个定式好像一旦选择的话，一定会形成一个大型的变化。那可能对于他们来讲，也觉得这样好像棋局的施展空间就变小了。所以可能四分之一个棋盘就下没了。啊、对。反正，但是，只是建议爱好者们呢，如果就是说没有研究的话呢，就不要轻易的这么去下啊，因为这个是随时啊，这个中间的陷阱实在是太多了，一不留神可能就会崩溃，有可能就是说，所以我们现在更为流行的还是选择简单的下法，即使在职业高手中也就是说一般也不轻易的这个使用。然后一个手脚，这棋马靠啊靠，这个对付单关手脚，这个靠基本上现在成了这个关招，以前反正是说多一点，就是或者说是什么分个头一类的啊，这个就是说，那么对付这个单关跳呢，这个靠已经成为可以说是一个定式了吧，就是说，对，白棋选择的是下板。可能还是相对倾向于实地，也有上扳的下法，对吧？这样黑棋可能要扳进去。扳住，然后他虎珠还是打了张三，虎珠也有。根据场合。根据场合，是吧？如果是这样的话，这样的是。现在这个局面。倒是这也是一个好点，也是有好点，也是一种思路。不过可能还是棋手大多可能还是喜欢实地一些吧，就是说更好掌握一些。这个就是说你选择外围的话，可能这个 AI 有时候它会这个选择这个，但是呢，不见得是就是说适合于这个我们这个人类的，就是说大家。参考这个就是一些变化的时候，也可以考虑这个因素啊。是，那吴老师如果立的话，就有被便宜的感觉。反正，AI 认为是便宜了，反正我，但是我个人觉得其实就是也无所谓，对，也无所谓。等于就是或者小飞当做你尖冲一下啊，对，我就贴一下啊，是的，你就便宜了。这个反正是以我。以我现在的水平是，反正也看不出来，就是说便宜在什么地方啊？反正但是认为便宜了，那就算便宜了吧。是，所以这盘其实选择的更注重实地一点的扳。这个也是最普通的一个下法。对，那接下来黑棋扳，然后打直。长。这就成为一个普通的定式。对，也是现在比较流行的一个下法。然后长。白棋拐吃。这时候唐伟今天还是也是喜欢这个实地啊，就是普通一点的，这个好像印象中应该是单拐，对，这样白棋跳，你是跳一下再打吃还是单跳我飞你再补回去，是吧？对，这样好像是一个普通一点，可能呢这个时候就是说和我刚才所说的那个有点相似啊。如果说是假设说电脑是这么推荐它，因为这个走后了以后，对于以后的这边的发展啊、战斗啊，会有很大的好处。不过现实的是呢，就这条边的时空，这条边就是说好像有点就是送给人家了啊。总是感觉上不太肯。不过这个其实也挺广阔的，然后是打入啊，或者是逼住一类，就是完全也可以下吧。对，这样是一个另外一个格局。对，但实战的话，唐伟新是选择了一个更看重这条边的价值。他先尝一下，白棋肯定是要粘上。对，因为如果这样白棋走下面的话，那么再拐，对，这下就白便宜了。白便宜了，所以这里是必然的。那么黑棋能够得到这个挡的先手。
但同样的他让白棋这个地方的就变成了一个后势，对这条边有一定影响。 等于就是说这样，这个明显就是白多了一个子。是的，白多一个子呢肯定是黑棋亏了，那么这个边呢就不能再弃了啊，不能这样去弃了，等于他就要跑出来啊。是的，这时候他也是拐，再拐一下，对，这个二字头等于。但是当白棋跳的时候，他就不是简单的从外面，而是要把这两颗棋子拉出来。这样。这个虽然是很看重这边的实地，但是呢，这个。被白棋封锁进去呢，黑棋呢活得也不能说是舒服啊，而且这外面这四个子这个白棋一旦一走后以后啊，这四个子很有可能呢就是说由后啊，刚才如果飞的话就是由这个后变薄了、攻守逆转，对、也就是说黑棋虽然可能破掉了白棋这条边的实控、但如果白棋一旦这边后的话、可能在这一带的整个双方的势力就会发生变化，对，后薄会发生这个逆转。那接下来白棋实战是选择了跳、这个也是堂堂正正的一手吧，对，这个如果说啊，这个是逼住，拆一个尖逼住他的话呢，那么这个黑棋就顺势小尖出来啊，这样的话呢白棋呢肯定是不太好，因为这个走出来以后、这三白棋这三个子啊本身这个就棋形也不是太好啊，这几个棋子多少有点气紧，以后出头起来不是那么顺畅，说其实很难呢对白黑棋发动有效的这个后续手段吧。那吴老师像这种棋形会不会有棋友觉得飞其实也是感觉有可能会想到的，所以一个现在来说应该不太怕这个黑棋冲断是吧，暂时感觉这边有接应的话这个图你是挡就退一个还是挡一个退一个，但这个也有一定的风险这个它就压是吧，这样你要是再退的话它是不是有可能飞进去了，飞得进去吗，这样子白棋的气也是有点有点紧，那如果挡一个挡住它就顺手扳，这样搬了张三还是搬了虎啊，哪个眼位好一点，这样可能好一点，打一个我就张三，还这样我虎一个，你虎还是跳，跳它还是有长的先手位，虎一个差不多，不过这个好像也不是很舒服，就尝一下你这个出头怎么出、因为这个有先手啊，这个跳这个它就在捡做活是吧，现在怎么样火了，如果该白棋下的话也还可以、感觉白棋不太怕，也还行，那么黑棋如果说是飞的话呢那可能就爬一个算了、要不然就因为毕竟旁边有白棋的接应、可能就爬一个、爬一个简单做活，对，大概是看这样还是接着爬还是怎么样，爬两下是不是就有可能已经活了这样可能能抢到一个先手，还是这个还是挺大的，杀可能不太好杀，还不够厚外面，对，这样可能白棋就从这边过来，这样和实战比起来也难说，这个是可能外面稍稍厚一点点，但是呢里面好像黑棋也活得更干净一点，各有利弊，实战的课节是就是含蓄的跳，对，我们可以跟实战做一个对比，拆一那么再跳啊，对，这样相应的就是白棋可能没有刚刚那么厚，但是同样的黑棋的眼形也没有刚刚那么完整，借用更多一些，对，所以黑棋还是厚实的补一个这样子，那么白棋并在这儿，这个因为你这个不并的话呢，因为这个地方以后这边很难行棋是吧，就是说黑棋这个地方以后如果能点你一下如果是这样，这里有以后有长的先手，这里有些先手利用，或者说呢本身这个这一带都是有这个先手的接应，这个
一个呢是防止它外面，第二个呢它另一个呢也有点这个先手意味啊，他觉得就是说你这块棋啊对你这个死活呢还是有威胁的，有威胁。至少看得见的是不是有可能有靠？对，至少就是可能这两颗棋子黑棋不一定敢要了，然后可能只能苦活。那么你不敢要的话，那这一块等于白棋就是彻底的这个是全部都厚了。所以这手棋看起来好像可能棋友们觉得它的用意不是很明，但它其实是积蓄力量的一手棋，先把拳头的后中间，对，先把拳头缩回来，瞄着对中央的还有包括对右边的这一些搜刮。那黑棋先抢个大反，对，这个是很大。那么你既然不走，那我不要追究你的这个责任啊，尖一个小尖。这个时候黑棋不能再脱线，真的肯定不能，这已经白棋已经走了两手了，这个是要是还是能脱线的话，那白棋就太缓了，黑棋做活。那么黑棋啊，如愿以偿的这个虎，这虎是非常舒服的，这个棋形啊是确实是非常的舒服。一个呢是不光一个，主要是关系到最重要的是眼位，对，我们可以对比一下跟黑棋立下来以后，这个白棋的这个眼位一看就完全不一样。同时呢虎进去以后呢，黑棋的眼位呢也会差很多。下一个呢就是说这个目数也相当的大啊，这个是因为这个虎了以后这手棋这个几乎就成了一个绝仙。对，马上黑棋局部的眼形就不够充分了。黑棋这个要做就是就局部而言要做活的话，可能还得搬一下虎的热，是吧？你搬的力都活不了。对，被我一小尖。就算冲掉一小尖吧，就是这个局部来说，就是说，能虎上啊，白棋应该来说呢，心情也是非常的舒服啊。但是现在的话，对于黑棋来说，肯定也不能继续在这定型，所以黑棋实战是拆。这个必须得拆的，因为白棋这个我们刚才也强调了啊，白棋这个一厚了以后，这四个子啊，是不是？这个黑棋就是说很有可能成为这个孤棋，如果你比如说补在上面，是吧，防止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逼住，那么白棋就是说的就算拆一个，甚至于来说白棋就像刚才你所说的更用强一点的话，就直接逼住都是有可能的。哪怕就是就随便随随便便拆一个吧，这四个子就是飘在中间呢，对，完全的没有根呢。你要是走这些呢，都是很无聊的单关。白棋顺势，抢占失控。这个你要是非要去抢呢，他就可能靠压扳一下，借用两下，这个有可能就是无疾而终了。对，就进去了，有可能就是说这就是。是的。这样，所以这手棋呢还是非常大的。选择拆边。然后白棋交换一下。那吴老师这种地方的选点，就现在看起来黑棋肯定是在这一带也有一些其他的选点。因为你可能这个如果太低了呢，就是可能他这个舒适一间出打，这个就是说白棋走的，如果太远了的话呢，这种的话他是不是还是担心以后的这一类打入就这边还是不够坚实。这边黑棋其实也不能有太多的幻想，主要还是要照顾一下这四个字，这四个字不能轻易就是说变成被白棋攻击的目标，这个就一旦被白棋攻击的话还是会有些有些苦的，这个所以他选择这个。这样给白棋也留下了一个余地。这个我但是我个人觉得这两下不见得便宜啊，就是你交换一下以后呢，黑棋差不多呢基本上也就算连通了，那白棋拆这个其实这个地方没得到太多的时空，没得到什么，你得时抢时空的话可能还不走在底下更实惠，是吧，他可能也是大概这样连一个或者靠了退啊，这个是。但是呢我觉得是不是还可以保留一下，这个还是有可能，就是说很有可能会走在这里，这个是。就根据以后的局面，也许就这四颗棋子更重要。对，也有可能，因为这个我这个说实话，这个地方白棋其实
完全是没捞到什么东西。以后黑棋是不是一走进来，这个是等于就黑棋走了一个类似的似的。觉得不太便宜，反正现在肯定，电脑呢肯定是推荐的是肯定是这个，是吧？还是上面我们刚刚说的这个打入很严厉。既然我们说的走了啊，那么继续来，这个你走不走都不，反正你肩膀我就跟着贴就是，跟着贴就是。反正你跳呢我就跳啊，这个或者当然说是或者直接拆，都可以。这样黑棋也是有一些难受的，我这个跳的形状可能还不太好，以后被一靠还是有点难受。对，所以逼住以后黑棋的这个棋形反而还暴露出了一些弱点。对，那么实战它是没有，它是交换一下。对，然后是点跳一下。这个就暂时没什么，反正你以后粘呢，他就糊住。局部眼线就够了。这肯定够，你等于外面还要走一个，他反正他就走掉，这样他就进活了啊。其实已经活了吧，好像，但是就粘上一个也行。对，粘上这样暂时没看得出有什么。对，白棋如果走，黑棋就这样很清楚活的。跳一下算了，暂时。那么接下来还是柯洁一直也没有，他是拖。对，反正这个我就是感觉上这两步也不是太不是太急算啊。急算就是说黑棋如白棋所愿。黑棋呢这个是，当然这是最普通的啊。因为这个段呢应该不没什么好怕的啊。这个反正你这个段没有意义，这个段反正我就跳一个，这个反正我这个几十先手。那么这里强行去分段呢，也但等于走了以后，其实我总觉得这里好像没捞着东西，这个是这个肯定是没捞到什么东西，这里底下有大灰，上面也甚至还不知道能不能走在这等等啊。就算黑棋跟着硬了也没什么好的。黑棋还有一种下法呢，就是说你拖的时候呢，黑棋就顶。选择加强上面。对，走后，干脆就走后。这样白棋是只能退，不能打吧？如果打的话，这边和这边。打我就立。对，马上这里要走。如果是这个图的话，那黑棋太满意了。这个棋我们一定要注意。虽然白棋吃了两颗棋子，黑棋后头走后了以后走了个先手，对，打入啊或者是逼住啊，这花一手棋肯定是。对，这是白棋万万不能接受的。那你如果退呢，我也是搬。这样我们搬一个，你吃回去。这个你打不打一下？可能是不是得打一下，不打怕您直接把我打拔了。那么这样计算再补一手，或者说是对，就这样应该没毛病。对，就这样的话，黑棋虽然稍微损了一点目数，但是呢这个外面呢也变得很厚，我觉得白棋也是没什么便宜啊，没看出有什么便宜，捞了一点点目数也是。那么谭伟新呢，这个是下法更是这个让人吃惊啊。对，他就是大胆的这个脱先了，还觉得这个地方不是重点。我先去试试硬手，问一下。对，他可能也是说这里保留种种啊，甚至于搬这个顶这个种种变化啊。我先来这里呢，考你一下。对，考验一下白棋。这个白棋本身说实话呢，在这个局部呢也是有点这个也不知道怎么下啊，就是如果说普通的扳，那应该来说是正中黑棋的下怀。对，黑棋可能会顺势连扳。然后那你打吃呢，我就顺手一藏。由于争子不利。是的，因为之前我们一直说这个逼很大，但是因为现在白棋还没有走。对，来不及了。那这个就接下来就不知道怎么定性了，真不知道。是这样的话可能有
有上当嫌疑，是吧？是。那么你不走这个呢，如果利啊，当然也可以考虑，搬上面也是可以考虑，因为这个地方呢，白棋呢也因为它这个有拖了虎的这个手段啊，是的，啊，甚至于拖了连扳、拖了段等等，还是比较有弹性的。那么可能呢，它也有可能从上面搬，对，搬的利是吧？对。但是总之而言，可能有些复杂啊，或者当场这个完全就。局部也是挺多可能性的，对对对，可能性挺多啊。对，不过这个高手下棋啊，两军讲究一个气势的问题。对对对，我既然在这边出招了，你脱先，那我肯定还是要继续我的意图。这个也确实是有这个心情啊，这个是黑棋退一下，白棋退，那么黑棋立，双方呢就是意外的形成了一个转换啊，感觉怎么样呢？这个只是，吴老师觉得怎么样？白棋可能是相对的稍微实惠的一棋，收获了目数。不过我觉得可能这边更宽广，就是这里突然连来两步的话，这个右边毕竟还是比较空虚，更加宽广。我个人觉得可能还是。黑棋反正是稍稍满意一点点，我觉得就未来在这一代的潜力，对，是吧，和整个上面的一个呼应，至少来说反正是局面反正很非常的这个搞得非常的这个复杂吧，而且接下来白棋也要处理一下这个棋子，当然白棋接下来选择的点是非常多了，比如说就是这个是始终是一个大场，始终是，因为这个不走呢你也就是小尖一个是吧，也就是这样吧，对，把我吃了也还好吧，反正以后如果从这里出来的话这个也不见得很大，那么柯洁呢还是总体而言，就是说，看今天反正柯洁的这个套路呢，还是以实地为主啊，就是实地优先，反正是在有同样的选择情况下呢，先把目数捞住，先把实地揣在口袋里啊。那么他先选择了活这个，活这个角。是的。确实，因为局部而言其实胡也是一种选择，但今天好像白棋的策略就像吴老师所说，还是更侧重于实控一些，搬这个然后拿黑棋就这样一个简单的定式，大家注意一下，就是说这个连扳是就是这也是这个局部常用的一种手段啊，就是说当然最多见的我们可能是拖了虎，这个呢就根据劫财的关系，那么这个时候呢一般啊就是绝大部分情况下大家不要去吃这个，对，如果吃的话，这虽然有些情况下也有了，但是这个吃了以后呢，这个外面给这个白棋的这个借用太多啊，哪怕他就算这个吃完了一吃出去啊，这个转换也不见得便宜，而且呢它这个外面种种的一些这个下法，就是说这个黑棋呢给白棋留下了太多的借用，太多的借用，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呢，绝大部分情况下啊，正常的手段呢都是吃在上面啊，是的，这样的话虽然让白棋活了一个小角，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其实白棋的实控还是比较有限的，对，他这个黑棋呢也走后啊，还能取得先手，对，现在他们先是继续点，对，他是马上定型，是马上就定型，对，但其实这个局面也可以考虑保留一下，因为毕竟黑棋就是说他可能觉得以后粘的概率很小，比较小，对，这样白棋能护一个的话，还是很舒服。他觉得，因为这个地方毕竟价值不是空啊。如果说这个地方就是这个形状啊，比如说是黑棋的空的话呢，那他可能应该会他会保留一下，因为这个打滑的目数还是很大。但这边呢，基本上不是空的话呢，这里黑棋基本上不是空的话呢，他觉得选择这个概率就定型掉了，点一下，对，白棋压一下。这个压也是
要做个决断，是吧？嗯，因为鸭本身和退相比，你要多了这个子的话，这边呢肯定是要亏一些，要亏一些。就以后被人家断的话，肯定应该是压一下就亏了。嗯，但是呢，他不压了，他可能怕呢，因为打拔了以后呢，再压呢又压不着，对，是吧？你再压的话，可能就是个后手了。嗯，后手。嗯，反正这个这种地方还是很难很难决断吧，就是说、嗯、有时候就是说你又必须呢马上做决断，是的、就是、那么压对压压完黑棋退，嗯，白棋打拔啊，现在是这个次序。是的，白棋可能就是期待有一天他能够省掉这个粘，他是直接这样过来，那么他可能压一下就便宜了。他是马上要出头。嗯，那么反过来说呢，既然压了的话，我觉得这个时候是不是黑棋应该后势的拐住、哦？实在呢，他是抢的这个。对，但这个也很大啊。我们刚才一直强调了这个 B 柱的价值。嗯、那么，但是现在呢，这个跟。我觉得这个拐啊、嗯、也是非常厚实的，如果长就算你长我压住啊，就厚实的这个压住，嗯，以后这个这样的整体啊，黑棋非常的厚，这个地方呢就是说这个潜力啊，我觉得还是非常的大的、嗯、万一这个再先被一断的话，这两个就真有可能是损了，嗯，这样还是也是一个非常厚实的下手，对，这样你即使再来的话，他可能是不是从上面来一种，这个是不是这一败都是有可能的，能走两下然后再做活，嗯，可是这个潜力还是也是就是说是非常的大，对，有一个很可观的模样，嗯 嗯, 嗯，我觉得这个头还是非常的大啊，封住一个后啊，第二个这个模样很大，对，呼应了自己在右边的势力、嗯，对，实战的话，当然这个连片也是很有价值，嗯、但是不过这个白棋出头是非常的舒服，但是白棋出头几乎是个先手出头，嗯，然后他跳一下，啊、那么这个当时这个压还起到了作用，嗯，你要补是吧？对，那么顺手一点，嗯、我们来看一看啊，和大家脑袋里面刚刚这个封住的图可以做一个对比。对，嗯，就跟下到这样相比、嗯、那么这样的这个头一出来啊，白棋装出来以后呢，这个这里的这个模样一下子就哇小多了啊， 嗯, 嗯，而且你这块棋关键还要处理，对，还要补啊，等于说，嗯，那么你还要补的话呢，等于就是说是先手啊，这个跳呢等于是这个先手出头啊，那么如果嗯把这个换算成逆收的价值的话，那这个我还是强烈的这个推荐这个风头，推荐这个风头啊，这是这个，而且是明显的，我觉得这个比这个还是要大，嗯，而且你这个地方等于说一旦被人家跳出来了以后啊，这个地方不是一手就能了结了的问题啊，是吧？对，我们看到他实战是先飞一手，对，但是可以看到如果说以后白棋这边还有子力的话、嗯、在这一带的骚扰，黑棋的眼型还是没有那么充分，就是随便这种以后，嗯，就跳跳这接下来飞啊点啊等等，这一带你这些地方也不能随便用完了以后他终于张又变成先手了，嗯，是的，就是说目数价值来说都有可能的，而且这里有了头以后呢，这里基本上就是说要再想发展起来呢就不是那么容易，而你所得的就是拆了一个，是吧？但这个地方呢、嗯、还不完全是空，是白棋可能以后会有碰啊打入啊等等的一些借用，这个就是不是以后了、啊、是吧、哦、是马上，对对，马上就来了，对，来了，嗯，看来类似的这个棋，对对对，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超大飞，哎，就有这个破绽，对，就有这个破绽，这个靠呢就是说呢，嗯，是常用的这个手段啊，以前或者我们学的时候或者是单打入稍微、嗯、打入更多一些、哎、那么现在呢，嗯，更加的积极，更加积极啊，更紧凑一点，这个，嗯，这个基本上就满足一个简单的前提，就是增值有利就行了，是吧？还是我们刚刚说，对，这个在这样的时候，对，一般来说满足一个
长，嗯，就是说一。对，但是目前的情况下你没这个子可能也行的，就是打了靠或者靠这个一类的。嗯，总之而言呢，就是说面对这个大飞这样的一个超大超大飞这样的一个骑行、碰是一个不错的可以考虑的选择吧，至少是这样的话。我们刚刚也说了，黑棋局部来讲可能有下扳上扳、然后上长下立等等的下法、但通常来讲，吴老师是不是觉得就是立下去的话总有一种被便宜的感觉？对对对，被便宜的、所以可能就是这种紧凑的选择、那个反正下扳呢好像总是不太好，是吧、那么这里呢，唐慧欣呢也就是选择了反击。对，他是选择的跳。不过既然这样，我们反过来说呢，就是本来想守这个空，是吧？那么呢，被他一走呢，你又不走了，对，又没法守。要守的话呢，又不肯。那么这个地方被人家这个付出啊，我还是有点多啊。反正我还是这个强调这个啊。这样的话，我觉得当时拐过来的话，黑棋的形势还是不错的啊，还是不错的。那么现在一靠呢，局部又觉得不好走，他这个他跳出来反击啊，但是这样的反击的话呢，白棋呢本身是不怕的。对，你看我们来看一下白棋扳，是的，扳完一虎啊，这个是我们常见的一个好的，马上就是一个好的棋形啊。对，换句话来说，就是黑棋不走，比如说白棋逼住，对呀、黑棋跳是吧？白棋也好像还走不出这么好的棋形来，是等于你猜个一，但是黑棋的这几手交换，对，这个扳这个，你说让白棋子还不见得走了出那么好的棋形。就是我在看到这个图就在想，吴老师，其实我觉得就你比如说你自己往那跳一个，你让白棋想摆成一个刚刚这么舒展的棋形，其实也不太好走。对，也反而还。有可能帮白棋忙了啊，凑白棋的步调了啊，对，这是我们常说的。所以我们倒推过来就觉得这一手棋可能还是值得商榷的一手。因为总是从道理上来讲，别人一碰，你觉得没有好点了，只能脱先了，等于被别人来了两手，这等于是这样，是吧？对，我一打入，你靠上去是。你可能本来坚住嘛，我还眼型并不充分，但是你这样一个组合拳以后，很明显白棋在这个局部的棋形还是很舒展的。这是应该是白棋明显的得分了啊，应该白棋明显的得分。对，哎，当然接下来黑棋是点，这个也是很凶残。对，这个唐慧欣看来是。从这一下子开始拼搏上啊，可能他觉得这个形势，他个人觉得自己不是太好、啊。对，普通的话可能就是把这个拐住。拐住，那么白棋可能就跳出来。对。这样其实白棋局部还挺有弹性的，而且白棋是先手。而马上黑棋这几个字，其实像我们之前说了，局部他可能是得搬了，进来这边活的。还是也是有一点点苦，可能还是要出来吧。他既然出来了，可能也是硬着头皮要往外走了。这个点是先手的话，就飞一个一类的。不知道，反正是就这个就反正可能他走一个顺手，先连成一片吧，连成一片再说啊。对，这里要不要点一下就不知道了。这个是应该来说是一个普通啊，一个正常的这个棋形。那么他这个点呢是非常的凶残啊，就是不给你留下任何的这个眼位啊。是的，因为他希望你如果是这种粘上的话，那么他等于破坏掉了你的弹性。对，那肯定是便宜的，就算再拐一个也。白棋走这个，黑棋爬回来啊。是的，虽然不给他一个眼，但是呢，这个明显留下了很多借用啊。等于白棋在这一带。是有先手的，全都是先手。你这个被一冲的话，也是如果说就是说，只能是这样的话呢，那可能也白损进去了，是吧？是的。
应该说本身黑棋是靠，如果你现在当天就冲，那么我这样走完之后你这边有点破绽，所以说他也是下得很拼的一个下法。嗯，暂时冲他可以爬，你长的话他要断进来跟你这个进行对杀。那也就是说像吴老师说这一代这一代其实白棋都是有一点先手味道，先手味道。是的，现在柯洁来靠啊，来追究黑棋这边的毛病啊。靠了长，但这个冲，等一下，这个就是说一般人家来走这种棋啊，靠这个的话呢，首先是应该是不怕你冲，是吧？这个就跟这个靠这个一样，他首先第一就不怕你这个搬啊。那这时候跟着冲呢，肯定是和这个白棋的这个和白棋的意啊。那么现在有没有可能反击出来呢？比如说在这个飞能不能行啊？先，但是还是得抢攻一下那边，是吧？这个怎么抢攻问题是我就不知道。是，这种始终，比如说白棋如果冲了一虎，感觉这边是不是有点破绽？他比如说在这一带有没有可能？那现在我如果冲的话，您是还走这边吗？还是得爬是吧？虎好像，虎的话我就下去搬在这儿，可能应该不会改。那也不一定啊，你现在拐着，那我就从上面，这样也还是挺那我可能不能马上走，冲一下再长转。你就反正冲不冲无所谓，暂时先当场。那先下手为强，先这样我靠出来之类的，冲一下靠，单靠。不是，我就。你不用，我就你不冲了，我冲吧。那冲你不，我可能是不是直接就吃了啊？吃肉，你让你虎一下，虎完我这边就得了，我就顺手就粘上，或者顺手粘上嘛。这个南王再冲过去，这样您就准备这个白棋受不了，对，这俩被您见合了。就是说黑棋还是很有心情，因为这个地方不走的话，白棋也没棋下，他只能再花一手这么吃，现在肯定不可能。对，如果说白棋只是吃这一点啊，被黑棋怎么再补一手之类的，那肯定是肯定得不偿失。那么这个时候反正就是说从这个对局的心情上来说，肯定也没有心情跟着人家被人家牵着鼻子走嘛，等于就是说刚才不这种不就开始反击出来了吗？或者这样他说当时不知道他白棋有什么手段呢，靠搬外面，反正就搬你胡还是什么胡，我就退，我就跟着硬啊，对吧？你总现在没心情去吃，你挤一个反正也没用啊。你走，你要再走我就老老实实的补一个呗。补一个也行，补一个。而且吴老师，我在看，如果我这冲过来有眼型的话，其实我吃过来感觉白的也不见得。如果我先手再冲回来，这个白的也挺有风险。感觉有心情。但总而言之，我觉得就是说这个以攻为守。对，就是说，有反击的这个，完全有这个心情的，被人家牵着鼻子走，肯定是心里不太舒服啊。这一带反正也有可能走在这一带，反正这个具体走在哪就是说不知道了，反正就是说反正反击出来的心情还是完全的。那么这个顺被人家牵着鼻子走，这个肯定是我觉得就是说是这个明显应该是或者说有了白棋的意，对，在这个地方的判断上，可能黑棋觉得即使如你所愿，他也不觉得自己亏，可能是这样的一个心态。问题是他一长怎么办？如果我们粘上的话，这被白棋一断，他就很明显这两个地方会有个破绽。那他看他实战的话，他是吃在这儿。那这一冲出来，白棋就是说，黑棋和这个点的爬这个完全有点相违背了。点的爬的话是要
瞄着你这个要要攻你了。现在一被冲穿的话，谁攻谁呀、啊？是吧？嗯，我们得这就是得问一声，就是你失去了对这四个字的攻击，那个就是完全是只是在里面活了一小块的话，那这个完全就是说，违背初衷了。嗯，接下来黑棋还是分段摆棋。段那么断一个，断三啊，那个反正是没办法，必须还是一样，这意思硬着头皮走、是吧？硬着头皮还是想攻击他，因为这个一旦被他一连回来的话，这白棋就比如说黑棋里面做活，白棋一连回来，那这个就太厚了吧？甚至于他还可能连在这里，对，就是、可能这样高效的补棋。那么还要走的话呢？但是总觉得有点勉强，因为毕竟里面啊，这个黑棋随时白棋一长，黑棋是死棋啊，对，欠着一块死活。对，这个而且是一个很沉重的一个负担啊。嗯。那么白棋这时候在冲。那么黑棋看赶紧，这个头还是不能让它。本身里面也不太好走了，对，局部虽然你可以马上断、但是我们看是的，你虽然可以吃掉这两颗棋子，先手跳一下，对，关键你注意这地方还欠一手、这三个棋筋也很危险、这样是不行的。那如果直接简单的虎的话，但肯定就接着弯可能他可以搬了，那他就冲一下，在这个形状是应该走到哪跳，因为跳的话就看，跳可能跳有挖的，也没有这种手段，挖了打的一个手段，挖了打，这个好像白棋了，有点担心。飞一个能不能行就不知道，飞一个好像暂时争执有利，是不是还可以？嗯。我们给棋友们看一下，对，因为如果没力的话，怕黑棋，对，这个地方白棋气紧一挡。但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地方的争子，这颗棋争子有力，应该啊，那它还是可以飞。对，有可以飞的话，这个形状还是不错的，不错的。嗯，这样白黑棋如果出头的话，始终脚上欠。那它这个就达到目的，直接飞不行是吧？直接飞正好不碍事。对。那给前面看刚好就看起来好像你冲一下没有什么太大的帮助，但其实是对你这个打吃不见啊。是的，因为外面的对杀是白棋会慢一气。现在黑棋只能算了。哦，原来是这样，搬这个是的，白棋一挖，也是好手看起来，因为马上眼见的就有一个断吃，但如果白棋简单的补的话，那它可以。你如果你简单补这个呢，那它可以再补。是的，这样就还原了。如果你现在还是吃外面呢，那它可以粘上。以后就拐着这个本身外面形状不是太好啊，这个它就可以这样吃啊、这样吃肯定。比粘上就要强多了，就等于虎一个我去粘了一下。这个是的。那接下来白尝试的，他这个挖啊，这是局部射击，因为这个地方呢黑棋也不敢随便吃，因为毕竟黑棋啊这个地方不能让白棋获得先手，是如果你里面欠了块这个这样黑棋可能就藏一个，就藏一个可能就不见得感应了，局部已经不好走，然后这边还欠一块，这个被冲也是不像话的，这个是的，肯定也，所以那么那他还是只能打外面。那还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个图。那可以拐，这个就活得比较舒服。那么绕了一圈以后，黑棋还是得后手做攻啊。那么既然这样的话呢，可以说是明显的亏损。这个可以基本上可以说是明显的这个我觉得是亏了一点，这个白棋活得还是比较舒服啊，下一手可以以后就是可以活到这边去了。对，白棋先跳了一下然后出头，等于整个边这个白棋啊，是当初我们想想当初主要是黑棋是点了爬是吧，要强烈的攻击攻击它，把它当孤棋。
第二个呢，黑棋这个地方啊，当时是完全这条边可以算作是黑棋的这个实地的，是吧？那么这个这里呢，就是沧海桑田了。这个黑棋的目数快变成这个白棋的目数了，在这边损失还是相当大。对，黑棋的收获就是中央这里形成了一道势力，但我们可以看到之前其实白棋就失控比较多，加上上面的这个地方又是在失控上拉开了差距，也就是说黑棋基本上接下来只能指望在这一带能不能形成一个巨控才能够弥补之前的。再一个他可能是看看白棋这块棋，就是他是不是还有可能就是瞄着看看白棋这块棋的这个有没有可能再搜刮一下。对，不活，就是他因为他毕竟说不能对这块棋形成这个一定的这个冲击的话，那么肯定这个目数是要落后的，而且就是单纯的去围都是很反正很辛苦的一件事情，就是对我们围控经常要借用，是吧？要借用人家。那么我们现在就看看这一带白棋的这个形状啊，看看黑棋接下来有没有这个什么有力的手段吧啊，必须得拿出点东西来啊，有所收获。是的，现在他是点了一个啊，这是他的白棋就粘上，白棋这个当然要粘上，然后黑棋就是要冲这个，确实。这样来破白棋的眼位。那么现在确实白棋这块棋呢也一下子这个底下这个眼也不见，就安是先手，对，这一下看成这样，但是也就这个先手没看到明确的眼位啊。但就是这一块棋这个地方是暂时没看到明确的眼位啊，但你要补一手的话可能这里可能有一只后手眼，但这个头呢肯定还是要从这里出来啊。那么就是说现在等于局面呢就是还是等于说这块棋啊白棋自估好了，但是这块棋呢好像也还是需要这个白棋要好好的这个自估啊，这个是白棋先冲冲这个基本上是必然的吧。这个好像不能再被黑棋堵住了啊，里面即使两眼苦活，这个分的也是不舒服，他先出来。当然在高手的眼里呢，这种棋啊，虽然我们说一下子看不出甚至来说一个眼位，但是呢我们在高手的眼里这个棋呢肯定是应该说没有致命的危险，但是就看活得怎么样，但不能活得太苦了啊，也不能活得太憋屈。黑棋小尖瞄着这个断点，普通来讲白棋可能就是双或者是粘上，但是粘它是挤在这儿，挤是这个是好棋啊。因为主要是它这个挤了以后呢，以后这一走这个地方就是有可能多半只眼，对，有多半只眼啊，因为这个自估的时候这半只眼就是非常的重要啊，就是如果你只是走这个啊，那就白便宜了啊。对，无论是双或者粘，就是那这两个交换呢就白便宜了。那么等到我粘了以后，你肯定要走这个，是吧？对。那你现在走这个呢，我再一断呢，哎，或者说是直接贴着，还是单断这个，这都就是说考验你一下。对，这样等于就是说，如果你走在这，那我吃呢就变成你这个吃就变成后手。对，但如果你走到这儿的话，其实这个地方因为你气急，我的半只眼还在，我还是可以站在这儿，没起到作用啊。对，所以这个地方是柯洁很敏锐的地方，很巧妙的是问了一下黑棋，你这个地方到底怎么补？那么黑棋也就先没有走，先贴。哦，从这步棋来看，是不是黑棋现在有可能进入读秒？这个是典型的一个读秒的这个下法。对，因为我们看到双方的焦点很明显是在这块棋的攻防，但是在这个时候黑棋去冲了一下，打将。对，对，打将。对，我们这个比赛是每方2个小时的基本用时，然后5次1分钟的读秒，所以下到现在的话，那可能应该说柯洁的速度在棋的速度上可能是比唐伟欣要快一些。这个是柯洁下棋也一向是比较快的，很少进入读秒。对，
所以可能汤卫星从这步棋我们猜测啊，他可能已经进入读秒了。那接下来几乎可以断定吧，不然他不会没事冲一下。对，然后他是站在这站在这站这样，这反正看得见的嘛，至少是我先他意思是先手把你这个眼先破了再说，是吧？这时候呢，柯洁怎么补啊？他是尖这个，先尖这个。普通的话，我们都是粘上。他是怕人家病一下，还是怕人家冲病？他病一下啊，他是怕人家病一下，等于这个。那我打完、以后还有半个眼，是吧？对，半个眼是不是还可以接受？半个眼，他冲。从这边我再接，还是要接，这样也是，但这样呢对这里会有点危险，等于他就这个他觉得你总是要硬的，是吗？不是，你首先这里一个要硬，第二个呢，他觉得可能你不会冲，你冲的话，我一虎呢，顺手一打呢，你就把然后再一团，等于就是说，就是说，虽然你断开我两个，但是呢，顺手呢也把白棋呢给送活了，送活了，送活了。所以他是先尖的施展，先尖，本身尖呢也是也先手啊，然后再断一下，确保这几个的联络，然后扳一下，这个是他的权利，这个都是他的现在权利啊。那么回头呢还是粘了一下，还是要粘，因为这个地方呢不走，也就是虽然你以后可以这样，是吧？对，但是你后面的这些弟兄们也得顾及到，你不能只跑回一个小尾巴。这个、小尾巴啊，这个关键的问题呢没有解决啊，这样的话，因为会有可能会很危险。这里你刚才我们说了，有可能有半只眼，是吧？是。你这样的话，有可能就把自己的这个半只眼呢给走没了。对，所以白棋从整块棋的角度来讲，还是更大的可能性是用这个连落完以后的半只眼。那我们看现在他是粘上，搬过了、然后粘上，然后这个跑去挖粘，这个完全就是肯定是读秒，就是说有点慌乱了。我们来看一下，我等于说吴老师现在这边有半只眼，然后这地方是肯定有一个半只眼。这个是说这个地方如果白棋走也是一样，是吧？黑棋就走这个，等于就是白棋有一只眼。我来破你，如果我来破你的话，如果我来破的话，就没眼了，就等于是一只眼都没有。那么现在如果我们正常的，比如说看着外面，就外面分一个呢，那我就已经活了，是吧？对，因为我这个地方对比较微妙，这里是有一只眼，对，这个眼怎么等于就是这样就做，对，我就打吃嘛，再做这个眼，对，这应该是没有问题，是吧？对，这个虎你不至于挤进来吧？我这个詹先生应该问题不大，因为扑了进来，这个挤进来应该还暂时不太怕，也就是说这个地方白棋走的时候是个先手眼，因为它可以保留吃这个或者用这个的先手，所以也就是说如果这样的话刚好靠这半只眼和这边的先手一只眼，白棋就已经活了。那么黑棋如果想屠它的话呢，就得破眼，那么冲的话呢，等于白棋就是要从这里跑，无论是这样怎么出头，然后再怎么杀这个，等于呢，谭卫星可能还是没想清楚，他现在到底能不能对，他也有可能，他是说，比如他现在走的是挖粘啊，我是，他就是有可能呢，再考虑一下，正常呢你是粘上，对吧？你看大家定线。那么我这里呢，我有可能就是我封锁，你后手做活，那么我再把这个冲，那么呢也有可能呢这样呢进行收出，那么这个是好是坏啊，这个呢就是说就不知道，或者呢他觉得有可能是不是多了这一颗子，可能我有没有可能我就来屠龙大计来杀你，是来杀你的，那就是说呢，因为我这个走你跑的时候呢，我这个就可能交换不到了，这个就交换不到了啊，所以他打这个将呢也是有一定的这个道理啊，等我们来看。他等于也是问一下白棋的态度。态度啊，
那么这个接下来白棋这一手啊，可以完全说是这个艺高人胆大。那么当然一种呢就是说张三啊，还有一种，哎呀，这个要死了赶快跑啊，这个这本身呢拐出来也很有价值，这个很有价值，对，因为考虑到黑棋的模样是在这边嘛，对，做活这个大龙啊，同时呢向你这个中间啊你的模样里进去啊，活在你的空里面啊，这个是一个普通的这个思路。那么接下来这柯洁这步棋啊，可以说是非常的让人惊讶。他既然不接啊，也不做活啊，是，那么他这个到底走哪了呢？我们还是留一个悬念啊，稍微休息一会儿，我们一会儿见。这里呢，尽在天元围棋频道微信号围棋天元。好，欢迎回来。那您现在收看的是第二届王中王争霸赛决赛的赛事直播。那吴老师，刚刚我们说在黑棋唐伟星挖粘之后啊，白棋其实面临了粘拐的选择。对，那我们也留了一个悬念啊，棋友们也可以猜猜看，柯洁在这种局面下他会怎么办？这个反正他的下法是应该来说是更狠啊，更凶，甚至于来说就是说呢，按照我们俗话说，把这个球啊又给踢回去了，是吧？这个就是本来我是挖粘，黑棋考验一下吧，你敢不敢粘啊，然后我多个子再决定这边的下法啊。是的，然后呢你怎么办？对，你要是忍让一下，那我可能这边下法就不一样，对，这个我先跟着硬啊，最后让你走啊，等于这个头已经被我封住了，那我这里以后有可能顺势呢就围成一块啊。对，我可能就把这边头封住就可以了。那么柯洁呢就是干脆啊，这个皮球啊又踢回去啊，是你到底是要杀我啊，还是让我苦活啊？这道作业题还是留给你做吧。我呢，他顶一个啊，这个走在这儿啊，这个非常的狠，彻底的这个实地捞住。对，因为这个地方啊，就是说不顶的话呢，黑棋有个断的手段。好。那么断了你不能吃啊，是吧？如果我吃呢，那么被打了，哎，粘，我在度过的时候发现，哎，我这气是紧的，这个紧的啊，这个样白棋不行，那么白棋就只有呢顶，我只能走这个。对，那么黑棋这时候呢就有可能打啊，因为根据这当中间啊这边定完形以后，我把这定形了以后，或者黑棋我让你苦活了以后啊，走完定型了以后呢，那么黑棋就有了这个呢收控的变化，它可以打。这个劫呢，请你虽然好像冲呢，把我冲累了啊，对，但是呢，我就老老实实退啊，你冲了我就退啊。这个中间前提我们刚才说过了，是这个已经定型了，是吧？那么呢，以后呢，我就留下了这个收控的下法。因为这样收控的话，哎，大家一看这个一下子这条边啊，就全被收回来了。所以说呢，这样呢，就是说黑棋啊，就是可以周旋的余地呢，相对呢就要多得多。那么柯洁把这个变化给你扼杀在摇篮里啊，等于是顶的话，就算如果你硬，那我已经就是说便宜了，你就没有刚才那个收控的变化了。那么我呢，这就可以来处理。那么黑棋肯定是不肯这个交换的，那么这个皮球啊，最后就是还是踢回来了，而且黑棋呢必须在这里做决断。对，我们刚刚分析了，就是黑棋其实是可以选择飞，逼白棋苦活，这是第一个选择。那这样的话呢，黑棋可能就是要选择把这边再封住，然后看这一带白棋究竟能否腾挪，来做最后的决断。这个反正味道当然也很坏。对，这一全围住当然是黑棋赢了啊，这个可就是全围住肯定是黑棋，但是这个就是先把这里送活了以后呢，然后再一走走，这个毛病感觉还是，对，或者是什么这样一带进来，对对对，总感觉白棋的空间还是有一定的
这个腾挪的余地，而且心情上黑棋觉得被白棋这样交换一下，就是让刚刚吴老师说的这个非常严厉的手段消失了，好像黑棋的这个不是那么满意。嗯，但如果说不选择封这个的话，那他可能就得破眼。对，就是说一个就正常的来说，就是一个是放活啊，一个是说杀啊，这个是两条截然不同的路。嗯，那么就是必须得做个选择了。对，但我们刚刚说从黑棋的这个之前的冲来看，可能已经进入这肯定是进入主秒了，按时间来说肯定是进入主秒。对，就是说在这个催促下的一念之间的抉择，现在到底是从长计议还是就拼了，就决一死战。就是那么实战呢，这个谭伟新呢是选择了这个冲啊，决一死战。这个就是说决一死战，当然了这种气势还是很，就是说还是很需要的啊。嗯，就是说不过呢，从这个常理或者说是棋的本身上来说呢，就是这个就是说呢，我们都知道棋长一尺，这个无眼自活，而且这个外面啊，就是说确实看起来实在是不怎么厚啊。对，白棋现在等于这里有个后手，有个半个眼，半个眼。那这个中间，而且这个黑的自身啊确实不太厚，这么杀的话呢，完全就是说是孤注一掷、啊、对，没有退路了，没退路啊。白棋现在拐出来、等于就是说你现在在想像这样回头是没有机会了，因为你封不住白棋、白棋一拐的话，它已经就冲进来了。是的，洪水决堤一样，哗啦啦的就冲进来了。那么，如果是这样啊，他走这个，那么这个地方怎么稳？这个地方现在是不怕，是吧？你等于以后我们可以大致想象成这样的棋形。对，如果你走的话，走就挡住，应该暂时还是能撑得住。对，因为这边欠两个字。但就说这一带倒是白棋也不好，但是根据情况呢，有可能走在这了，就是就这里反正是说全，但是这里怎么补啊？刚才是张着补，现在尖着补，是不是会好一点？对，可能对这一带是不是照顾的好一些？就是这个先啊，就是大致上，就是因为这个全围住的话，你冲这个我张上也不是不能考虑，是吧？以后反正我收官直接就咔嚓把你断了，就是说等于就是说可能胜负呢还是会。取决于在这个里面，对，应该不能让，不能让黑棋全围住。我觉得白棋可能这下保留，就这一带是不是看还能再用点先手位的？这个尖比刚才这个张会啊有把握一些，因为白棋可能最后还是要在这一带。那么等于就是说呢，这个拼搏啊，或者说这个悬念，就是说，如果变成这样的话，黑棋有。肯定的，我觉得就是说比这样的这个把握呢机会啊，或者说是要多。这个就是说给人一眼望去就是明显的是一个比较凶险的一条路，没法杀啊，或者说不好听的话，就这个棋怎么杀。对，那么可能呢，我们认为呢，还是就是说这个棋黑棋可能还是冷静一下啊，冷静一下。那么在这一带，这里走在哪好，具体走在哪好就不知道了，是吧？对，但至少看上去我们也不能说白棋有百分百的把握在这里面做活。 对，这个就是怎么做活啊。对，当然可能白棋活之前呢，可能会在这里给你制造一些这个头绪，留下一些味道，为这里以后那，但是不管如何呢，毕竟也是一个很复杂的就是说变化，可能这样的话的黑棋机会呢，可能就是说比直接去杀呢，是不是会更多一些。哎呦，对，更多一些。因为我们还是觉得首先啊，像这个高手之间的棋，这个吃棋就很难。而且我们可以看到黑棋这盘棋的外围其实并没有那么厚，并不是说包括这个地方，其实白棋的这些地方也都让黑棋的这个封锁圈没有那么的厚实。所以我们当看到白棋拐的时候，还是觉得可能黑棋这个时候还是要冷静下来，是从长计。这个就是说这个也是唐伟新的这个特色吧，就是敢于在这么重大的这个关键时刻啊，就是孤注一掷啊。对，
这个不管他今天成功不成功，但是呢他至少在我印象中在这个应氏杯是吧，这些跟朴廷桓重大的这个人家这种也是啊，敢有这个勇气，有这种魄力，对，有这种魄力啊，就是说反正也有成功的时候，当然可能也有失败的时候，但是呢这个呢就确实是他的一个风格啊。是的，那我们来看接下来黑棋，那么先把这个眼冲掉，那就现在也没什么好说的了，那杀吧杀吧。那么冲完了之后，冲完之后这个杀在什么地方呢？杀在满脸的茫然，只能说是这里打飞飞在这这个是也是一脸，这只能挑最看不清的下了，是吧？对，因为你要是搬，那么人家就顺手一跳。对，眼见的这个这边好像比较薄。就这个你再飞呢，他就一压，这个或者他单靠也行，压一个靠一个，这个就是说，好像比较清楚，是吧？嗯、这个自身还有点问题。是的。那么照呢，肯定是照不住啊。由于照这个的话，那么由于这还有个打的先手，冲了随便一飞，对，你搬这就已经漏了、但走这个的话，这个都以后这块棋都是气也非常紧啊，毛病也非常多啊，是这个就是说确实是不行。对，那么在只能找一个最迷糊的地方吧，这也是走在最远的一个比较飘的就是一个位置，但相对看不清的地方。对，但感觉上吴老师是不是从压迫上感觉还应该是可能这个白棋的空间更小，像这个地方其实白棋可能就这样往前跳，对，或者是就一步一步的慢慢的这个好像眼位也要搭出来了，这个不着急啊，谁这样白棋就跳这个跳，这个黑棋还是由于自身它不够厚啊，自身不够厚，要强杀它实在是太难了啊。对，因为现在如果你跟着走，白棋就顺势一跳啊，这个也是白棋很舒服的一个状态。那如果你走外面的话，这边棋形也非常不好，它也是靠一靠。嗯，比如说如果你跟着硬，对，这还有一个靠的手段。是，马上这个靠就是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反正是，因为这个你杀棋啊和做活完全是两个，这做活就搭个眼就是傻乎乎的往前搭眼，不用考虑太多啊。嗯，但是如果就是要考虑。这个是要活得舒服点，那就不叫杀棋了，那叫攻击了，是吧？嗯，就让他活得难受点就行了。但现在好像是白棋不用管那么多了，就是说，活了就基本上是赢了啊。对，那么一跳这个怎么办呢？黑棋，哇，这手感觉也像是读秒间，就是不知道该走什么的时候一步的打将，完全不会的，他这个地方。对，但现在不知道你还，因为我们看这个的目数其实很有限，就是你这个提，虽然你是希望白棋跟着你硬，但不知道白棋是不是还有可能抢先在中央定型。这个完全是，确实是自己不会下啊，就先走，就本身他就算硬一个，你可能也有可能。也能火，就没有任何便宜，因为这个硬一个，我怎么这又紧了你一口气啊？是的，但这个时候又肯定是不会轻易的啊，他是选择跳中间，他还是基本上就是说是简单的，就是可以说是活了。嗯，所以感觉在从黑棋这步棋开始的决断之后，他其实可能自己也非常的没有把握，所以从。这个、后面的招法来看有点凌乱，这个肯定是读秒声中被吹的，而且基本上也肯定是到了最后一次了，这个是应该是就是最后一次八九左右，对，然后做这个决断，然后眼睛一闭就那个冲了上去、是，但是我们从现在的还有思考时间的话他肯定会用上。嗯，我们来看现在的这个情况，现在是白棋走过来、这样，这个是他不但是他这个都给你连串都每颗子都要活出来的架势啊，现在暂时好像还
冲的话被一靠，局部我们看一下，不他就挤了，看局部可能他靠还可以团是吗？他挤，对，靠的话好像白棋棋有点挤，这个地方黑棋从后面扑扑死了，对 对, 对。但我们看一下，如果是挤的话，这个地方。不，这因为这里还没有，这种还先还不能暂时不能看这么看，就是其实还是看这边的定型，就是说白棋一旦这边有子的话，黑棋就已经冲不断了。不是，黑棋就是冲，如果是冲断，等于白棋呢就随便走一个啊。是先手。打比方，你就是吃掉的话呢，那这样控制肯定是远远不够的啊。吃了15目棋这是最多了啊，这个中间就是全部都没有了。这样肯定是不够。所以说呢，黑棋这里还是得把一定的走好了以后，然后再去吃掉这个，但这个难度也就是说是太大了，这个任务。对，现在走的话是，如果啊普通的，比如说是你打吃在这这一个啊，这就是普通的想法。那么现在应该有了这些准备以后，它是直接哦，白棋反而能靠，直接来了白棋，所以黑棋之前这步提也是明显有问题的，就提不到。中间就是说，他当时也是因为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对，不会下面，因为刚才我们也反正贴嘛，他就顺势走，你走他就顺势靠你，他基本上就。但吴老师，你说之前的时候，像比如说黑棋走外面，假设白棋如果是怎么活完黑棋一尖，要是这都能围住，还有可能收。不是已经又瘦了一圈了？啊，确实，刚刚的扣是这样子的，最开始是这样，这已经可能二十多目又回来，二十多目已经没了，是二十多目已经没了，你再去玩这个，他我可能都不用进来了，都可能都够了，是确实，等于完全一下子瘦身了好大一块。所以确实是到了这个局面下，黑棋确实是没有什么好办法，但实战的这个题可能加速了他的劣势，就这样的话被白棋走到这边来更不好走，这个棋子没办法。那么继续往里打，那就是我们看这样，这个时候等于是白棋冲出来，这个基本上是没有什么难度了啊。对，已经要联络了，因为眼见的这里黑棋现在要退，然后白棋退白棋，白棋联络，是这个白棋是不是能跑啊？还跑出来了，这个部分跑一个，我们看一下，如果这样，那我把这个打掉。我不打掉其实也行，打掉吧，打掉更好，打掉更好。这样如果您断吃，这射手一吃，这个也连上了，全都连上了，还拐你一下再提啊，这是拐你一下再提一个，这个黑棋太累了，这黑棋要出事了，到时候这样我们看，等于是看成，如果看成这样好像不太可能吃得了白棋，这么全是这一张也是先手，对，就注意这儿还没连上呢，吃个小尾巴最多。好像不太好吃，你得走这边可能。他能直接打了长。对，然后我这一粘，您可能也不敢断我。只能走这个。是的，那这个白棋黑棋收获太有限了，所以黑棋还不能吃出来。那么跑的时候怎么办呢？这个也，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只能说。看看他怎么办？他是等于是他是退，他是退的。白棋就是白棋没有没有退，白棋打了一下，打了就跑。那还是这个意思，就是他不是白棋，黑棋现在是黑棋退了吗？黑棋打吃时候黑棋哪里打将去了？黑棋都打将去了，但是跑了，然后他因为明显是时间不够。对，黑棋是通过两次延时。选择的退，那看来就是他不太满意退，但是呢又没有好办法，这个肯定是必须得退啊，是，那就是退，那这个那他就接一打，那就是刚刚吴老师摆的这个变化，那么一走这个基本上散架，那这个完全是散架，好，这么吃出来是，那吴老师我吃完能不能粘上，吃
吃完张三，那我就张三把子呢。嗯，你再连回来。我这样，我这连连还能挤我，我这个骑行啊。就冲一个，冲这个，冲这个是吧？啊，冲一个还行。冲一个，那是这边怎么？但这边该连下，我也是挺辛苦的。对，好像感觉我如果跳出来，您什么这边借用一下，可能马上是我要进去了。啊、嗯，这个黑棋太凶险了。这个就弯弯往里走，好像马上黑棋自己都不活了。这个主要是黑棋没有很难找到一条这个是回头的路啊、嗯，就是说，嗯，这个以后就是。这样也不行，你不能说是攻得苦一点啊，这回头现在没有回头路了，这嗯，那等于这个也不行，那怎么办？实战他是尖了一个，这个，这是一个子，哦对，尖这个，尖这个，那么感觉白棋已经快火了，白棋吃了一些，搬这个。白棋肯定是尽量往这个中间走了。嗯，这样这个形黑棋如果打一下的话，白棋局部已经要活。如果是这样的话，黑棋粘上，但是白棋随时这已经活。不是很能拐出来吧？这样，往墙的弧，弧这个，弧这个。这里面这样就火了嘛、随时有一个活棋、随时活棋，那么活之前肯定是要便宜一下，打是这边一个、这样很棋这里打、这个踢下去能不能直接断了，或者是一踢下去。嗯，黑棋始终是气紧的问题，这气太中央气太紧了，这个这个可能不太行、那他实战是单扳，等一下他是这这样的是吧，对，他就单扳白棋就张三。感觉还是气紧的问题，现在黑棋已经不能长了。他这个他如果刚才是这样的打了以后他就打了，打了接着算了，这样他是不是不够啊，我先手火了吧、不够是不够，只能肯定是看看尽量能不能上后一点，但我 这个长一点断打、长一点，但这样我先手进来之类的，这好像不太理想，也是就这么一点点收获。这样黑棋，黑棋这整体的形状还是太薄了，虎在这当这边棋，虎在这儿，我就不知道白棋是不是有可能打了连扳，感觉这边棋他肯定先免费的，就是肯定是打他可以长，但是。反正这些有些免费的这个借用就直接靠这个也是、也可以，这个地方要出棋感觉好像还是非常的变得非常的容易了。 对，因为这个图跟那还黑棋还不如不提这个、先中央定型，也许抢到先手还能先手补这边，现在等于黑棋落了个后手以后还该白棋走、那好像确实是没有回头的可能性了。那等于说他只能寄希望于去吃中央的白棋，活是已经明摆了，对，那还是说已经就是说可能从提完之后就彻底的是走走过场了，不归路，这条路还是不行。 那现在他是粘上黑棋，然后连长都不能长，这边长一打就直接就死了，哎呀，棋真的太紧，只能虎虎一个啊。白棋，白棋办，黑棋还是气太紧了呀，这个走。等于说现在里面来说是好像还是确实是没有活，对吧？等于是里面你走走他走，你走走他走走。局部没活。这个你也不，你就
局部是没有活，但是呢这个外面黑棋的气非常的紧，气太紧了，等于像白棋搬了长。对，搬了长的话黑棋是等于是不能贴，贴因为贴白棋一冲，白棋一冲这黑棋反而自己全进去了，那黑棋如就必须要补断对吧，但是如果补断，哇这等于是你粘这个那它一拐，嗯，你现在如果强行这个段你要防着，那么如果补在这还是补在这，这样子实在是自身太毛病太多了。嗯，这个白棋可能就先问你一下，这个是绝仙。嗯，这好像是因为这个子还得留着。对。那绝仙的话，这样这不太可能吃，也走对啊，哦，好像已经是不可能吃得了了，这个没有办法了，已经，对吧？很清楚，现在贴白棋就冲，然后你补断，我就拐出来，反正你不可能直接断死我的话，我投进来就不行了。这样应该也不行吧？这样他就随便补一手，嗯。外面肯定还是太烂了，对，你得团住，可以打吃，再打吃，这个粘上，嗯，粘上应该这个点是，这个点和这个剑合，嗯，或者我靠一个是不是也行？靠一个，黑棋气好紧啊，我扑了。也包住了，好像。对，也包住了。对，等于这个张子还是先手，这样呢也是还是杀不着这个。对，黑棋因为自己这里面气也不是很长，那就是补这边应该是不行的，补这边他就尖。对，只要能我扑你一下，扑掉吧。扑下来，等一下走完以后，这就四口气，对，四口气，我就分段。你只是应该是，我这已经有四口。对，只要你紧不住我的气，你就不行。紧不住肯定就是不行。这四口就是四口气。对，这紧不住就不行。啊不，对，这里，这还这是这还有个是只有三口气，本身因为这个题你还得吃进来，嗯，不吃进来我还活了。这个好像虽然吴老师的尖是局部唯一一个能封住的下法，但是我们看到中央因为黑棋气太紧了，所以等于说长到这儿的时候黑棋已经没有办法，没有办法了，无以为续，嗯，是要不然就被他冲出来啊，要不然就那么走到这的时候，嗯，谭伟新就认输了哦，也就是说，这个是确实是无以为继。嗯嗯嗯，哎，哦哦，没什么东西的。嗯，这个确实是。感觉上之前还是一直都是势均力敌的，可能双方比如黑棋可能在这一代有一所收获以后，但这一代白棋可能也还以颜色，一直都是比较接近的棋。哦。这钱我想了一下应该也不够了，嗯，他就是把这个尾巴弃了，你那应该也不够，肯定是不够了，这块基本上能围踏实了，围就像围结实了，这样应该是不够了，等这个走一下，我冲还挺难受的，哎，这边气没有，这个气也是挺紧。就当做没起，嗯，但至少我粘也先手，嗯，这个应该是不够，但是跟白死了那么多，就算全围住了，嗯，是的，这应该是，这等于被吃进去了30亩。不，但这就是这个全围住，就是上全围住，白的1、12、13、14、14，还是不够。嗯，
从进程上看，应该还是不太，但输的也其实也不是很多，这就是。但黑棋如果这个图的话，那可能他之前不提，就飞一飞，再想办法监住。不，那白棋总要进来的。对，那就是把胜负看到最后的那个。对对对对，那白棋肯定会，因为我这个是白棋不进来嘛，就给你了，全算你这个为数的，那么这即使这样回头也输的不多，所以就是说，这个棋啊，还是应该把这个宝啊压在这边，压在这边。对，就是可以说呢，最后的这个黑棋的这个败招是，这是这个错，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对对，是这个。对，等于是他如果说我们从最后吴老师的这个回头的图来看，也就是说黑棋如果是先飞。让白棋活，那么白棋是必须要进来，那么双方是要进来，就是，双方决一死战的地方应该是在这一边。这个时候就是刚才你所说的这个，就这个情况下有没有可能，这个，棋肯定也是一个，对，我觉得是最后的一个机会，在这个时候倒推一下啊。对，这个就是还有一些时间，我们就简单倒推一下。是在这个情况下，等于是说这时候啊，就是黑棋首先第一个，如果说啊，我们自己也在开玩笑说，如果说黑棋走这个，那么呢，因为我们的转播啊，本来说是到五点，那么呢就也可以延时到五点半。如果这个的话呢，肯定是五点半，我觉得，对，我们开玩笑说肯定是下不完了。对，就这个就是说，把这个变化这个越来越复杂，这个棋盘好像是变得越来越大啊。是，那么这个一下子呢？就是说瞬间呢，等于就是说这个要在这边分胜负，对，那么这个棋呢很快呢就会，等于就是说我们说很快呢就会结束。是的，那么这一拐了以后，对，就是不知道最后在跳的时候，在跳的时候，他是跳的时候，跳的时候这个打将去提啊。那么无论如何呢，可能这个那个就闭着眼睛走一个吧，对，还是飞还是跳，这个松一点点，对。那么等于呢，白棋还是要在这一带呢去做活，是吧？是，他现在能靠了吗？对，可能这有点手段。如果冲的话，好像有点重击的感觉，是吧？对，这样棋很紧，这一打了一场就死了，这已经死了。就黑的只能走外面。还是贴着走。贴着走是吧？接着走，然后你跳呢，再可以跳。这样的话，也可能杀是肯定不好杀了。就中心思想，希望白棋后手苦活，然后把我尽量撞后，我回到一小间，然后咱们来收控。肯定这可能是，肯定是跟实战一样，他要跟你搞，确实，跟你不会轻易的如我所愿。肯定还是。但是呢，这样呢，可能还有一点点机会。但是还回头呢，一个是这个，这个我们觉得是更应该说更有成算一点的一个，就是我们把胜负就压在这边了，就黑棋可能走一个。但我虽然我觉得，白棋也能活啊，但是呢，至少来说没有一个眼见的啊，很有把握的，对的这个下法啊，是这个等于就是这一下子就等于说是。突然死亡了，是。本来我们还准备把时间留在后面欣赏他们这一代的功法、这个就总结一下。没想到，那么还有一个地方呢，我们稍微呢可以给大家就是总结一下，就是说，在这个时候是吧？我们看一下啊，这个对，这样，这个还没断啊，就是在尖的这一瞬间，他不是黑棋粘白棋粘，黑棋粘啊，这个挖粘还没有是吧？在这时候，对，就棋局当时是这样啊，在这一瞬间呢，这个就是说，这个没有，在这么一瞬间呢，这个黑棋呢，就是说是 AI 啊，教了我们一手这个好棋，这个棋呢，倒虎在这，就一手补活。同时你这不是有端点吗？对吧，你可能要补一个，那你补一个的话呢，那我这里就他就通过这个的眼位确保自己可以挤在这儿。
用挤嘛，啊，这样挤对他压迫，挤他对对对他压迫，对，这样的话白棋补起来就大概是这样，然后黑棋可能这样，这样糊糊了。白棋也能活，我活他等于团这个也活了，对，还是得靠这边的。靠的。嗯，不是，我一定要挤你这一下吗？我不挤你这一下的。等战。哎，不走了，不对。不走。我不交换一下，我就已经活了吗？但不走的话，我冲过来这边，我打一下。是不是亏了？不，我如果我现在冲这个，这眼位是什么？那我冲这一下，对，啊、哦，等于这个眼位，嗯，这样，我们来稍微来领会一下这个。那我不在这儿，我打掉。等于底下是吧？哦，不在这，这样我是不是、哦、还对、啊、应该便宜了？黑棋还得把这个挤掉，还是得挤掉。对，等于这样。嗯，哦、那等于这时候哦，他等于还是，那就是强调这个，强调这个飞是吧？对他可能还是觉得就是这手棋、嗯，可能还是这样是比较正义的。嗯，他是当时是挖张了是吧？那就飞这个，你反正做活吧。嗯、就不管你什么做货，然后我一挖，还是啊，这个本身这手挖看来还是没什么问题。嗯，因为现在可能这个被冲穿，你要围中间的话，可能这个还是不成立。嗯，但是就是说挖，对，啊，那么就是说他当时这个挖张呢，还不能算是坏棋是吧？嗯，哎，挖张、啊、对，但这样和。等于他还顶这个嘛，那你就张不张的问题。对，但这样可能白棋，可能这白棋不顶吗？不顶你也不太好走棋、嗯，始终还是有个有一个断点。对、嗯，那看来核心就还是说黑棋要放白棋活，然后把最后的这个战场来放在这块棋的模样。啊、那这倒是也不是，这样他这个就是说也不存在也不存在有多妙，主要还是就是说最后。还是这个的抉择，就是在这个情况下的一个选择。对对对，就是还是目前这个，就是说白棋张上以后，对，然后黑棋挖张也不是算坏棋。嗯，那么白棋顶完的时候呢，这个是可能就是说是，本局可能最后的败招。是的，后面再回头就太难了。嗯，应该是这样，是吧？就是这个。然后就是最后看这块棋到底能围多大。那、嗯、这样可能还是胜负还是非常的难讲。对。那么其实按照这样来说的话，我觉得本局应该就是说，唐伟新就是一直发挥的还是非常的出色。嗯。就是说，几乎就是说，在这个之前就是没有落什么下风。虽然我们觉得他有这个地方有些。走的不太好的地方，也不是走的不太好的地方，但是呢，当然他最后呢还是有一定的价值啊，因为他是可以通过攻击这块棋呢，又回过头来围这个，当然如果能抢攻一下，可能是更好，更好一些。对，因为回过头看，好像白棋的这个转换应该还是可能这个更稍微有亏损，对，要亏一点点。嗯，就是说白棋这几手。的价值，现在真不如这个这两手的这个威力更大一些，威力更大一些。嗯，这个是有。对。那么这里虽然黑棋走的，这步棋是说被人家一靠完以后有点这个，但是，也不是我们想象中的，好像白棋这里活得挺舒服，但是也并不是我们，毕竟这块棋也成了黑棋的这个目标。对。难就难在这种地方，有时候是一个抉择，这个是、是的，可能这盘棋如果唐伟新的时间再充裕一些的话，他可能在这样的一念之间也许还有更多的思考，但是在读秒的催促下也是咬牙就做出了这个有魄力的决定。有那么一点点丧失了理智，所以说就是这个就应该属于是一秒钟的冲动啊！对，尤其是在这样
然后到白棋跳这个的时候，这时候可能已经他已经就是完全晕掉了。对，这已经就是我即使想收手也找不到这个很好的办法，就是说这个变化了，找不到收手的这个图了。对，但如果就形式而言，可能黑棋在这一代想办法收束完再去抢这个是最后。不是，这样收手肯定就是说，可能当然肯定是不如这个。这个就是说，就是如果有时间的话，他肯定就是说充裕的话，那可能就不会这么丧失理智，就是肯定这样的他觉得还能拼。是的。那么。对。应该说等到提完之后这盘棋就是这两手，这个肯定是最大的问题。然后但是在黑棋飞白棋跳，然后再把这个提完以后，可能局势就一下加速明朗化。然后白棋只要把中央做活，黑棋的形势就不过回头。您说的是这个呢，就是说这个柯洁啊也是这个够坏的啊，是吧？应该说这手棋又是黑棋，又是的。对，就是说其实这手棋正常走这个的话，可能白棋啊会还不错、因为这个你就没有像刚才飞能先手飞住的变化。这个因为这个头啊毕竟还是大，刚才这个变化呢，因为这个一冲出来以后啊，现在还薄嘛，就是黑棋这个变化呢，不见得就是说有机会实施。对，黑棋可能还是会先跟着走，不会马上去走那边。是啊，你跟着走，他再跟你什么再走一走，搅一搅这样啊。对，不，这是正常的这个事。因为这样正常的秩序呢，白棋也是呢，这个是也是不错的啊，也是不错的。对。那么他这个是本身我其实不见得好。但他就是补在这个地方呢，他其实从心理战上，因为刚刚吴老师分析说黑棋挖嘛，他本来就是说可能看看你怎么应，因为黑棋一直在犹豫到底是吃还是放活，然后白棋看起来好像脱先了一下，就会让黑棋觉得说是不是这个地方也许可能吃起来这个子就会有帮助，但没想到这个反而是一个又黑犯错的一个。柯洁肯定他觉得他是这个棋不怕这种棋怎么吃，这种棋哪怕死，是吧？这那我先捞一票再说。对，这个也确实是也是从战略上来说也是一种这个心理诱因。对，那个是是的。应该说这手棋不是当前局面下最好的，但是引发了黑棋在原本可能是一个五五开的局面，突然选择了一条不归路。这样真的是这个就是说不知道怎么这个 AI 如果下成这样的话，这个胜率是怎么样的？这个胜率是怎么样的？不过对 AI 来说肯定还是白棋高， AI 做活这个三下两下好像就活一块出来，我们那个想半天不知道怎么活，有时候就是对 AI 来说活块棋跟玩似的，反正就是但至少看起来就是我们觉得这一代不能说白棋能够有这种一眼就能看出来的肯定活的，对我们来说是这是但是这个也反正我基本上就这个让我去下，我也基本上有信心这个活出来。是的。对，所以等于是就是这步棋吧，121这一手应该说这盘棋的败招。之前的话双方在各个地方的转换可能都稍有这个得失，但是应该说整体的局面还是非常非常接近。接近的，这个是就是说，那么棋呢可能就是大致上呢到这里，我们还是首先要这个恭喜这个柯洁吧，获得这个王中啊实至名归，是吧？是的。那么唐伟新呢，虽然这个是输了，但是整个比赛来说，应该来说还是发挥非常出色吧。一个他是等级分最低，第二个也是年纪
最大，哦、是吧？是，虽然他是93年的，对，93年的，但是我们现在的这个棋界人才辈出啊，他93年已经是我们8位参赛棋手中年龄最大的。最大啊，嗯，是回顾了一下，真的都挺小的。年龄最大，等级分最低啊，能够是有这么出色的表现啊，也是这个是非常的不错啊。是的，这个虽然最后是功亏一篑，嗯，但是前面呢也给我们留下了精彩的这个。表现，对，那柯洁拿到这个王中王的冠军之后，吴老师他今年的其实比赛成绩总体而言啊是比较出色的，他的胜率无论是在围甲当中还是在其他的比赛当中也是胜率很高，在对，在国际比赛中也是还有3个比赛还活在8强里是吧，嗯，对，应该说今年是国内国际全面开花，可能往年有的时候他虽然国际比赛的成绩不错，但是因为我们国内的竞争也很激烈，对对对，他其实在头衔赛啊或者是一些番棋赛中都很一般，并没有很多的头衔， 对， 对，但他近2年来好像感觉在国内的这个比赛成绩也慢慢的在提升，像今年也是拿到了这个王中王的冠军，嗯，今年相对本身比赛也相对 少一些啊，很难得的面棋。那不，你这光看看我们这个8位棋手的阵容啊，我们就是经常也就是说能够，我们常说一下，国内的比赛比国际比赛更难下，有时候 是吧？这个是，当然了，国内我们韩国还是有申正熙和朴廷桓这样的对手，对啊，也不能小视，是的，不能，整体这个棋我们今天呢就是还是有点可惜啊，还是有点可惜，如果说是这个我们本来还是期待着一场漫长的这个对，因为我们当时留下这个伏笔的时候，我们觉得黑棋可能飞的话，这盘棋像吴老师说，我们已经做好了5点半可能精彩的大战都不一定能结束的心理准备了。对，但是很可惜，突然之间，他这个就突然死亡了。但是因为说实话呢，我心里觉得他不会走这个，是因为这个说实话，这个对。别说对他们这样世界冠军了，对我这样棋手，我基本上我可能也就是说不太会行，这个基本上这一拐出来，这个怎么杀，是不是就是眼见的黑棋主要又不厚，而且像唐伟星这种大心脏的棋手，我们本来是觉得他应该是很沉稳的，像这种尤其是把战线拉长去等待机会，应该是他很擅长的一面，对，所以我们真的不容易想到他会在这个地方就没有沉住气，去选择了一个应该说很凶险的变化，是，那在这样的一个攻杀下，我想柯洁的水平对他而言来桎梏这块棋还是不太难，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后面的进程当中，很快白棋也就让局势变得很简明，这个应该来说是今年中国大赛啊，大赛中的难得的一盘面棋了，是吧？是的，是不是下面还不知道？虽然明天就开始了这个农心杯，对，我们新一届的农心杯又要开赛了。好像是所有的国际比赛现在都是网棋，在网络进行。哪怕是非常有趣的，就是说，哪怕是两位中国棋手相遇，嗯，啊，在中国棋院大厅里一起比赛，也都是，就坐在一人一台电脑，一台电脑这个下，反正对于我这个年纪的来说，总是觉得非常的怪异，非常的奇怪，是，而且说到这个吴老师，你知道，我记得之前跟棋手们聊天的时候，他们说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吴老师不是提到如果国际大赛的话，哪怕在棋院我们面对面也要用电脑下吗，而且他们说出现过那个可能是刚刚开赛的时候那个网络还不太好用，然后要向对手自己的对手去问，你可以帮我开个热点吗，然后我能不能连一下你的网去下，就他们会觉得说还真的是一个挺有趣的体验，等于说要管自己的对手去借这个上网才能继续下这场比赛，对，所以确实我们今年特殊的情况，特殊的情况啊，这个包括在龙金站那个朴廷桓这个超时的一些事情，都是，不过都是新生事物嘛，这总是要慢慢的去接受，是吧？是的，这个
但应该年轻人来说，上网下棋肯定就是坐在网坐在电脑面前和坐在人的面前呢，可能他这个发挥不会有太大的这个差异啊，因为他们现在特别都是在网上下棋出生的，还有跟着 AI 学，可能对一些年纪大一点的啊老一点的，他们就是说像我们这样，就是从小都是或者你小时候可能也是在棋盘面前是下的多了啊，就是说这个感觉上呢，至少对棋感或者对这个灵感来说呢，会有点这个差别的，这个是的。还是说肯定所有的棋手都希望我们的这个疫情情况能够越来越好，尽早恢复到能够在线下我们坐在棋盘面前对去切磋的一个状况。那么不管今天的胜负如何是吧，那么这两位棋手比完了以后呢，明天肯定会赶回来，你这两位选手也是要参加这个我们今年农心杯阵容中 的主力两位大将，两位大将啊，希望他们呢这个是在接下来的这个擂台赛当中国际比赛当中呢有出色的发挥。好，那我们最后呢再次恭喜柯洁九段拿到了第二届王中王围棋争霸赛的冠军，然后也很感谢两位棋手为我们奉献了精彩的棋局。那我们今天的这盘棋呢就为大家解说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然后希望大家继续关注我们明天马上要开始的新一届农心杯的比赛，然后据我们所知也是我们中国的范廷钰九段再次作为先锋，对，然后去对阵韩国的洪基彪。好，那我们今天的解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下次再见，大家再见。